室啊、倉庫啊都有咯。上面會唔會擔心即係啲？我最擔心有人住啫，其實呢個工業用途嚟啊嘛，住就唔係咁好啦。但係你見過有人住嘅？有人住。呢一件火災咧就。警方、屋宇署和消防都是調查緊，看看有沒有違規的情況。我們保安局呢也都打算在未來的立法年度呢會提一個草案的。這個草案的目的呢就是提升舊式工業安全的消防設備，包括一些走火通道、通風系統以及安裝消防灑水系統等等的。